请问你叫我有什么事啊？哎，这个地方是我搭档的啊。哈，哦，原来你就是走遍大江南北、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半日香老前辈。哎呀，失敬失敬。岂敢岂敢！你这么有名，我也这么有名，最佳搭档啊！搭档个屁！
难道我真的这么有名？你就是起错名了。你既然姓潘，为什么叫金莲呢？你还不是一样，姓西门叫阿庆。就因为有我，所以才有你。喂，我有丈夫的，死鬼。我知道，你丈夫叫武大郎。你知道就好了。啊！你们这帮狗男人，快点出来！啊！谁是狗男女？你们大家听着，我是奉玉皇大帝的命令来抓你们这帮狗男女。啊，我来啦！出来了，哎，什么疯子？是鬼上了他的身。哎，我说疯子就是疯子了。哎，我说鬼上身就是鬼上身。哎，你们欺负我，欺负我，我要杀光了你们！哎，你们杀一个啊！杀谁呀？杀你呢！现在倒真像鬼上身。哎呀，真的像啊！谁说是鬼上身呢？啊，小伙子，他真的是疯子。喂，老头，你懂不懂啊？不要在这儿乱吹牛啊！这位老前辈啊，都说他是鬼上身呢。哎，是啊，我说的话你要听。小伙子，哎，过路在那边，拜神的这边，要想看热闹的呢，就请站在这边。哎，各位，你们千万不要去小便。这个小伙子难道就是我师弟的儿子？各位叔伯兄弟，今天我要为民除害，赶走他身上的厉鬼。看着啊，有。喂喂，做戏啊，来做戏啊，飞机。啊啊，你不是飞机？飞机、啊、我要吃飞机。飞机你在哪儿啊？是醒了吗？啊！哎，你们不要小看这道符啊，能治百病，绝无虚假，驱邪治鬼，包你没事啊！啊！
法师啊，你的法术真是高明。小意思，这太容易了。法师，我们家少爷他给鬼迷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找我治邪，包你没事啊。住在哪儿？快说。就在这个街口灵府，今天晚上子时到啊。好的。哎，机会难逢啊，买符请走。时辰已经到了，为什么那个鬼还不来呢？鬼美人，今天晚上来这么迟啊，我都急死了。干嘛那么急呢？过了今天晚上你也死了，你就可以永远跟我在一起了。那就快点吧，冤家。真是死都值得。快跟我来呀。捉过鬼没有？捉过，捉过三次呢。三次？哪三次？第一次呢，我死鬼老爸来骂我，我一下子就把他给赶走了。哎，那怎么能算呢？第二次呢？不就是今天早上那次？今天早上那次也算。那第三次呢？就是这一次啊。鲁星啊，你究竟行不行啊？行，怎么不行？包你没事。那我喵！哎呀！好扮鬼怪，休得无礼！我要，你别理。哎，施主有礼，你别理。哎，施主有礼，你别理。哎呀，你们何必那么多礼闹？你干什么？我交给你了。他现在给鬼迷了。拿符来。拿。贴一道符，你就喷一下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冤鬼，让开！冤鬼，让开！哎呀，到了，不够啊！怎么办呢？飞机怎么不喷啊？行了，等等等等啊！哎呀，你还不
啊，我脸上有福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李潘，我什么？下次看清楚了再喷。知道。哼，上有火，下有火。哎呦，过瘾呐、啊！哎呀，精彩！哎呀，不急呀、啊，不要看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看呐、啊！放开我！不要看我！哎呀，我也不能让我看呐、啊！让我看呐、啊！啊！哎呦，不要看呐、啊！拿着你的手！你遮住我！别遮住我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，你好啊，好！哎，精彩啊！精彩呀、啊！好，飞机，飞机，上！好，嘿，嘿！喂，老实说，你究竟行不行啊？啊，我，不用怕，包你没事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喂。边瞧一瞧，哇！我下，哎，入侵了，救命啊！救命！小胖子，你放手，你放手，我就完蛋了！我，用力啊！啊，入侵了，用力啊！你看住了啊，别松劲啊，使劲没劲，扣住了。又说抱我没事儿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还有法宝，快点！哎，抱你没事、啊嗯、你真有办法，我们去烧钱。哦，好好好，去去去。哎，我的八卦灵符不错吧？不错是不错，不过危险一点。哎，俗语说富贵险中求，不然怎么能够得钱财呢？最怕是有了钱财睡进棺材，嘿嘿，到那时候有钱也没地方花呀。不错了，鲁星，道行不够，千万不能够逞能啊！不然的话，会让人家笑掉了大牙的。啊、喂喂，他指名道姓的在臭你啊！喂，老家伙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说什么？我只说你的八卦灵符根本没用呢。啊？说我爸爸留下的东西没用？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？
当然知道啦。你爸爸是卢老土法师是吗？哎，是是，他老爸真是卢老土。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是他的师兄，你的师伯。年轻人大法师就是我。喂，乱认亲戚。嘿嘿，你看他的样子啊，又脏又邋遢，哎呀，不像人样。你看他的衣服破破烂烂的，怎么配做我的师伯呢？哎，你是不相信我喽？嗯，不相信。那你要怎么样才能相信呢？你变点东西给我看看，我就信了。你想变点什么呢？哎，当然是变钱了。钱嘛，这个太容易喽。钱啊，拿去用吧。呸，明钞只能看不能用，你自己留着花吧。不能用钱啊，那这个能用了吧？不过只能用一次啊。只用一次啊，有的花总是好的。谢谢，总比没有好。贪贪贪，这些江湖把戏啊我都会变呢。还给这个老家伙。哎呀，你这个死小子专找麻烦呢。别说我不提醒你啊，那个女鬼啊，她没那么容易就放过你的。好自为之。我走了啊。喂，他怎么上去了？这有什么好看的？这些从小看到大了，还不走？我不是不是，快点走吧，你等发财啊。喂，鲁星啊，刚才那老家伙说不定真是你师伯啊。嘿嘿，神经病，我死鬼老爸从来没提过他。洗澡吧。哎，喂，什么？他给我的双铜钱不知道有什么用啊？双什么都没用啊，啊？乃我爸爸这个管用啊。洗澡吧，明天还要找钱开饭呢。去吧。洗个澡再说。哎呦，当初一见我说我妙，肥又翘，胖又娇，一招骗到就要分到，就此走了。肥皂呢？飞到哪儿去了？飞机啊，前后洗干净点啊，自己知道自己的事情。谁不知道啊？我的手又肥又短，够不到后背吗？哎，飞机啊，要不要我帮忙啊？那当然是最好啦。你越来越能干了。哎，这边用点力，用点力啊。对对对，哎，知道了，包你满意啊。怎么我觉得有点头疼啊。哇，哎呀，怎么你的指甲那么长啊？剪了它吧。哪儿长啊？不长吗？神经病。你慢慢洗啊，我先回房了啊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回房去吧。啊，飞机。有鬼，哎，有鬼啊。好，不用怕不用怕啊。那有我大法师在这儿，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敢侵犯你的。说的是。年的，哎呦我的呀！神符贴心口，冤鬼没路走。
哎，好，会，好。哎，娘。好，他呀。你躲起来也没有用，我一定会捉到你的。老爸，有灵有圣，罩着我。啊！哎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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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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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喂喂喂喂喂！不玩了，是我呀，飞机呀！啊！又说自己是大法师，抱我没事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说抱你没事？你刚才给那个鬼弄的，搞得你很……哎呀！啊啊！飞机，飞机，飞机，飞机！喂喂喂，干什么？跑掉了！啊，跑掉了！哎呀，糟糕，铜钱破了！喂，你记不记得那个老家伙说这只能用一次？那就咋了？那个女鬼要是再回来，不就完蛋了？哎，那是你的事。喂，你是不是我好朋友？是啊，我有难，你帮不帮我？帮！我现在去找老家伙，你去不去？去，那一块去吧。哦，哎，别别别别！啊，你就这么去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老母，老母，别人的师母，你在哪儿啊？我求求你，你出来吧！你叫魂呢？以为这么叫老家伙就出来了？真是个笨鸡！你还说呢？你不帮忙就算了，还在这儿叽里咕噜加油加醋，快点帮忙叫啊！来，喂喂喂，好口渴啊，先过去喝点水吧。嗯，好。鲁星啊，水喝饱了，现在怎么办？一肚子水，也该祭祭五脏庙了，找点东西吃吧。哥哥，我们现在到了中国了，应该没事了。港田时期未必会放过我们，还是小心一点。嗯。喂喂喂，啊，这日本妞挺漂亮的。哎，这两个日本人怎么会说中国话呢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咱们过去，哎，跟他聊聊天，哎，咱们泡泡妞。好，好，好，来来来来。哎，你要我帮你找师伯呢，还是泡妞呢？哎，泡妞。啊，泡妞。好。哎，不不不不不，哎，还是找师伯吧。你决定了没有啊？决定了。走吧。哎。哎，别说我不帮你啊！现在我想帮你呢，你自己又没了主意了。你当然想泡妞了，我是性命要紧啊！哎，你，哇，怎么那么多日本人呢？哎呀，刚才那个妞啊，一定是太漂亮了，所以啊，这群萝卜头啊就排着队啊去追求她。哎，完了，完了，没缘分呐，没缘分呐。哦，走吧。想不到他们那么快就追到中国来了。哥哥，我们怎么办？逼他们。想当年我三岁能文，四岁能武，七岁上山修道，修得童颜鹤发，法力无边。哎，有什么证明啊？嗯，有。人家说脚踏七星能管天下太平，哼，假的。我额现七星能管天兵，真的。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就是，胡说八道，我才不相信呢。啊，你们无非是想本法师露两手给你们看看。行，既然你们那么信任我，那么崇拜我，那就随便变点给你们看看啊！哎，别眨眼啊！嗯，看看三十七天，天外天，
刘三师傅是神仙。大法师，您刚才电织机完全是为了小孩子，有没有适合我们成年人的？哦，有没有啊？钱呢？啊，是是，钱太容易了，要钱是吗？哎呀，真的是钱呐，钱，那就花吧。给我的，谢谢谢谢。一个你一定嫌少，你最好把这东西借给我自己来变。哦，好，用力的叫。啊，还是没有。不要怕，法师，他们欺负孩子。哎，法师啊，拿来。天上群星扫把星，不及人间智多星。变是谁捉弄我们？法师啊，他们来找您麻烦。找我麻烦？我才不怕他呢。罢了。客栈先休息一会儿吧。啊，休息，走慢点，你的小命都休了。哎，谢谢。飞机又怎么了？想起来最麻烦就是你，平时以为了不起，如果那天你认那老家伙做师伯，不是一点事都没了？何必现在笨得像条狗似的？我怎么知道他有这么大本事啊？
如果早知道啊，他不认我，我死缠烂打也要认他呀。不要说了，我走得累死了，还是躺下来休息一下再说吧。哎，一会儿见啊。有古怪，我早知道啊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有事没事？是当然有事了，不过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。有没有摔疼啊？我陆先生，里面是什么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我们唬唬他。哎，你不要躲了，不要躲了，我知道你在哪儿。啊，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啊，在那儿呢，我看见了 啊，看见你的脚了，我看见你的背了啊，出来出来出来，看见你了，出来。嗯，喂，好了，不要像缩头乌龟那样啊。是啊，我给你面子，怎么样？就穿州过省，过省。我不给你面子，那又怎么样？就寸步难行啊，那不成瘸子了？对了，哎，谁说我是瘸子？哎呦。啊，我呀走路多过你吃饭呢，好侄子。嗯，哎呀，就是你这个老家伙。 哎，我找的你好辛苦啊。哎，师伯。嗯，我不是你师伯，我又脏又邋遢，衣服的穷酸相，被人拆屋子，饭也没得吃，怎么配做你的师伯呢？啊，哎，这你就说错了，脏了可以洗，马上变新衣，屋子拆了可以搭，没有饭吃吃水呀。你做我师伯是最最有资格。可惜我跟你不搭格。嗯啊，你跟他不搭格，跟我搭格。什么格？啊，哎，我想你给我搭上这个东西。我为什么要替你搭？哎，念在我跟你的关系，就帮他一次吧。是是是是，我跟你究竟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两个迟早要发生关系的嘛。为什么说的那么暧昧？不是啊，我们想名正言顺的拜你做师父。哎，是啊。可惜有人嫌我老哦。俗语说得好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你说是不是？俗语也说过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快点好草不怕回头吃。对，吃啊。真的吃啊？吃啊。念在你们一片苦心，好，我就收了你们吧。本门有三不戒：不戒酒，不戒肉，不戒讲粗口。一定办到。还有啊，本门有三大戒条：第一，不得伤天害理。一定办到。第二，不得见死不救。一定办到。第三，不得亲近女色。一定办。那你不行。哎呦，他行我不行，没有女人我怎么过日子啊？我也不行啊。你已经磕了头了啊。你既然不能遵守本门的门规，我只能教你占卜星象之术。多谢师父，多谢师父。一炷清香插炉中，飘飘渺渺透九重。
隐虽行，深入我们众人意。粗茶淡饭日日清，弟子遵命。还。神明齐降临，人离那儿，那里是人和天在化为尘。这卦就是姜太公八十御文王。那怎么样呢？是少年平平，中年孤零，只不过是晚年呢。晚年怎么样啊？晚年就多情啦。是不是真的？是。哎呦，见鬼了，我是早已经决定不嫁人了。缘分这件事啊，很难讲的。让我看看你的左手。冤孽，冤孽！又怎么了？你长大红润，春心荡漾，那就是红鸾心动了。有，去你的！我都这么老了，还有谁要？正所谓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呐、啊。哎，还有女人味儿。你看错了吧？哎，没错没错，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姻缘的事啊，很巧的，来的时候远在天边，是近在眼前啊。你这个死胖子，满嘴胡说八道，不怕烂舌头。哎呦，你这人怎么搞的，走路不戴眼镜，真该死。哎呦，撞了您哪儿了？撞疼了我的心。哦，这个我会医。胖子倒是挺灵的，我跟你回去治好你的心，显显我的本事。我跟你又不认识。一次生两次熟啊。那还不快点儿？哦，来来，起来，走啊，小心的啊。占了便宜又不给钱。啊！为什么那些妞对着我笑呢？啊，一定是我红鸾心动了。哎，先算一算。小生今年20多，还是光棍一个，请仙人指示我，指示我啊！真是巧，就在今晚，就在今晚，就在今晚。哎，北基啊，你怎么知道就在今晚呢？我算出来的。啊，真行啊！当然，连我想说什么都算出来了啊。你说什么？今天晚上替师傅践行啊。明天师傅就要走了啊。哎，别啰嗦了，快点收拾东西吧，加点菜给师傅践行啊。应该。哎，收摊吧。好，收摊。哎，客官，花雕啊！哎，对，好，哎，收钱，收钱，谢谢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先生，慢走啊，慢走，走。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们两兄妹。Thank you.
我的呢？在哪儿啊？还给我！明天师傅走了，我们敬师傅一杯吧。对。师傅，徒弟一碗酒，祝师傅永无忧。好。哎，师傅啊，徒弟第二碗酒，祝师傅不肥又不瘦。好。哎，师傅，徒弟第三碗酒。哎，你斟酒来，我敬酒。喂，我敬，我那碗酒是我敬。你们谁敬都是一样，我心领了。来，我走的长夜太长，我的眼睛师傅，你不用说那么多了，你跟师傅差不多，不过你早过我。你完了，师傅都说你比他先死啊！胡说八道啊！我今天早上算过了，今年我有红鸾星动啊，红鸾星动啊！不用再说了，师傅敬你们一杯啊！没了，这么快就醉啊？说我会死，神经病。好，等我找个漂亮妞来，让他们看看。红鸾心动啊！小姐，这么晚了，你还到这种地方来？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那找我？你试试。哦，你不喜欢我，我走好了。别走。正点呢。小姐，我不知道在哪儿见过您这么脸熟。我们见过两次了。是吗？在哪儿？第一次在林家，第二次在你搭档的家里啊。哎呀，我真是没记性了。你不就是鬼啊？鬼啊！你赶紧跑了，你跑不掉的。师傅，他拉着我的手啊，快来救我，快来救我！去睡觉吧，这么晚了。师傅。鬼啊，不关我的事啊，我还不是为了混碗饭吃，你就放了我这次吧。我求求你放了我。放过你可以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可以，你说什么事儿我都答应你。你倒挺爽快，不过我要你跟我结婚。不行，鬼啊，为什么你会看上我呢？我就是喜欢你一表人才嘛。虽然是啊。不行，我是人，你是鬼，你去找鬼结婚吧。你说什么？你真的不喜欢跟我结婚哦？不是不喜欢，除非我死了。好啊，一言为定，我等你。不过我没有那么快就死啊。好了，我回去准备嫁妆，拜拜。走了。我呸，你死我还没死呢。哼。闹了一晚上，让我好好的睡一觉啊。
啊，才说好，又回来了。好，嘿嘿，幸亏师傅替我弄好了这个铜钱呢，让我照着你，连鬼都做不成啊。我不怕你们的，我有师傅的护身符在这儿。过来呀、啊，过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嗯、啊，怎么怕我了？啊、来呀、啊！哦，用刀啊！来啊，来，来来来！我呀呀、啊啊嗯！怎么没用啊？啊啊我们已经逃到中国了，为什么你们还要追杀我们两兄妹？我们到底都是同门，对叛师门，格杀勿论。一大早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飞机，飞机，飞机。嗯，大清早就碰到这种事，真不吉利。哼，很重啊！日本忍者，非亲非故，何必招惹麻烦呢？师傅，这怎么算招惹麻烦呢？你是不是还醉着呢？哎呀，我早就醒了。总之，不必要的麻烦，不要招惹。师傅，你不救他会死的。我说过不救。我再问一次，你救不救？我还是回答你，不救。好，本门第二条戒律是什么？不得见死不救。哎，多谢师父。哎，天意，天意，把锅盖打开。香气沉沉显灵光，灵符一道定坚强。阴阳二水救残生。过来，拿去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他已经好了。他是好了，不过我就不好了。为什么？哎，天意，天意，天意。哎，师傅，如果我们有缘分，以后会再相会的。我这里有两样东西，你要好好的保存，你每一分钟都需要它。那师傅您。我先走了。师傅，师傅。你怎么样了？阿列多格乔伊马斯。你说什么？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记得啊，不要亲近女色。师傅，你也不要亲近女色。不要去找肥鸡了，他已经去得很远了。我们兄妹本来是忍者，因为不满他们滥杀无辜，于是就决定离开。但是他们怕我们泄露本门的秘密，所以一定要消灭我们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你怎么会说我们的话呢？我们忍者一向都很想知道中国功夫的奥秘，所以从小就灌输中国文化知识。我们日本经常派人来中国学习你们最高深的功夫。那你学到没有？没有。不过听说你们最高深的功夫有神打、茅山佛家，还有六人神功。而且能驱邪治鬼、呼风唤雨。这还用说吗？就像我啊，法力无边，集数家之大成，在这儿最厉害的就是我了。给这玩意儿你看看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命根壶，是师父临走的时候送给我的，是用来求寿的。有了这个壶啊，样样都包你没事啊。不过是这样，如果求寿的时候弄破了，那可就连命都没了。那你得小心保管才是啊。这还用你说？说了那么久了，肚子有点饿了。吃点东西吧。好啊。Ugh.
老婆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他只不过是晕了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我们还是赶快赶路吧。哎，我们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？水，水，水，水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替你找。春子，你替我看着老婆啊，没事了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哎，对了，千万别让人偷了老婆的柴啊！喂，喂，喂！啊，水，水呀、啊！这样就可以跑得了。女的是我的朋友，再不走把你萝卜都打成猪头。嗯，看什么？不服气啊？把女的还给我。啊，有点本事啊。行啊，有两样的，抓着竹竿了，你慢慢抓着吧。嘿，别在我面前卖弄了，两成功力就解决你。
春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钢铁呢？嗯啊，钢铁功夫那么厉害，你都……哎，我说过这最厉害的就是我了，走吧。嗯。说那么多了，钢铁的死和纯子的事我自有分寸。谢卡奇库克库沙西苏塞索妈咪姆妹莫妈咪姆妹莫摸到哪儿了，我先问问他。小心了，他是邪神呢。邪神神化身，神化身，打得邪神浑身震。
啊哈，这样就玩完了。嗯。生破我的法，他师父的法力相当高，这次我们一定要斩草除根。谢你救了我，要不然不用谢了，反正已经摔破了，顶多不求长寿。那不用为我难过，一切都是天意，天意都是那个史奇杀死我大哥还不罢手，而且还连累了你，我……哎，你不要乱来！这个魔神能够附托人身，借身害人，法术非常厉害的。那我们以后怎么办？哎，万事有我，包你没事。就凭我们两个？不止，还有我的好朋友肥鸡，跟我的师父，一共四个人呢。如果找到肥鸡啊，他就可以算到我师父在哪儿。我师父啊，最喜欢我了。有师父在这儿，十个牺牲都不用怕。到那个时候啊，我包你没事。没事，你他妈的没事。楚星，楚星，谁信你？真对不起啊。不用怕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忘了下半截了。哎呀，死飞机，你死到哪儿了？一出来就吓人。我不是吓你啊，我已经死了，我不是人啊。你真的不是人？我真的不是人。你怎么死的？如星，是那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他被史奇那帮人杀死的。飞机，如星啊，你也不用那么伤心，有时候做鬼好过做人呢。哦，那你啊，我算到你有难，我特地来指点你找师傅啊。我有难？那师傅啊，那山脚以南有条大水沟，见到水沟就涉水过水沟，有弯就转弯，有山就过山。还有啊，飞机，飞机，母老虎追来了，再见吧。哎，飞机，你还没说完呢。总之是身在虚无缥缈间呢。死鬼，你还不走？说得不清不楚。想那么多干什么？明天一试就知道了。好吧。飞机说什么有山过山，有弯转弯，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。反正已经走那么多路了，还是再往前面去看看吧。好吧，这么找要找到什么时候呢？再仔细找找看。那边好像有点光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师傅一定在里面。这么多灯，真好看。
哎呀，你可千万不能碰啊，这些是本门的求寿灯啊。求寿灯啊，可能师傅的命根壶啊就在其中的一个灯里面，我那个破了可不要紧，师傅的要是破了可就前功尽弃了。小心点啊。哦，师傅，哎呀，师傅，你怎么躲在这种地方呢？我们找的你好苦啊！小心！啊，师傅，我来接着。哎，对不起，师傅，我接慢了。不是你接的慢了，是我睡得太快了。哦，总之都是我不好。你没什么不好，我可就惨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打破了我的命根壶。啊啊！哎，师傅，我什么？走路横冲直撞的，有妞就没师傅。我，道长，为了我而连累了你们师徒俩，我心里很过意不去。哎，你不必说了，这些完全是天意。叛徒，还不快点跟我回去！不要吗？就算我肯，我师傅也不肯呐。哦，这些是我跟他的恩怨，我不想连累你们。快动手啊！师傅，你就别喝了，快救他吧！师傅，快！人家清理门户关我们什么事？哎，师傅，怎么不关你的事啊？如果不是他们来追杀我们，我们就不会来找你，不来找你呢就不会打破你的命根壶，你的命根壶破了就等于你死了，你死了不等于他们进来害死你吗？不要走。难道你想出手相助？哼哼，我是年轻人，路见不平，应该出手相助啊。你们中国有句俗话，各家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哎嘿，现在不兴了，现在兴齐心合力扑灭罪行。师父，如果你要救他，除非胜了我。师父，他就是……哎，不要紧，无敌是最寂寞的。你不要那么开心，一会儿你就知道。哼，水火土，哎，说这土还真老土，灵堂当作宝，真离谱。哎，不用瞪大眼，见识一下中国圣坛吧。年道长，想不到你们中国的坛跟我们的坛差不多。呸，话太多，闲话当燕窝。师父教训他。哎，遇事镇定是有本事的证明，何况人家灵堂已经摆定了，又何必逼人太甚呢？你们不要得意，看着吧。师傅，中风了。哎，杯酒能驱风，越喝越轻松。拿着鸡毛当令箭没有用的。哎，不如看看我们中国的红豆兵。听见听令，连发人
我看你还有什么法宝。啊，师傅，他的水滚滚而来，怎么办啊？哎，不怕他有水，我这本存折里有用不完的水啊。日月星稀，天地人，满天神佛出财神，财神到，财神到，财神到。财神，那有很多油水，看我的。嗯，嚯，啊，你啊，财神爷，你尽管跟他赌，不会输的。既然你罩着我，赌就赌吧。有钱佬，你压大还是压小？我压两边儿。看，压两边怎么会输呢？这边压大开小煞，这边压小开大煞。糟了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我要再赌一把。他们出老千把我当凯子，财神去也。年道长，你还有什么绝招？哎呀，师父，这怎么可以忍受呢？让我来。你既然不能忍呢，我就给你个机会去发泄一下。
右门神听令。
师傅。道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，师傅就要投奔极乐。啊，你心情这么好，去观光吧。不是，师傅寿元已尽。师傅，明州去换天宫，他找军旗也相同，那好自为之。